至庐山，北据长江。三国吴地，古城浔阳。皑皑青山，粼粼湖光。忽闻惊鸿腾空，巨擎乍起。一展地覆天翻，新篇章。长江之滨，夏朝湖畔，广聚天下精英。居安思危，运筹帷幄，蛟龙跃腾出东方。传奇在这里构建，梦想在夏朝湖。全系长江一内接湖，三面青山环绕，终年风平浪静，最是一处天成的船舶生产基地。1969年，经毛主席亲自批示，企业始建，一批来自清华、北航、哈工大、哈军工、上海交大、浙江大学等高等学府的学子精英们响应号召，创业九江，至今却已40春秋有余。秉承先辈光荣传统，顺应时代创新精神，江西江州联合造船有限责任公司依托原有地理人文优势基础，稳中求胜，与时俱进。2100亩内湖面积，127万平米厂区，500米湖内码头，2万吨级船台，6500吨举力浮船坞，喷砂涂装房，钢材预处理生产线，数控切割机，专业领航，有序生产，精兵3000，创新铸就。2万吨级造船能力，30万吨年产水平，年造船能力超16艘，创汇纳税过亿元。重吊船、化学品船、多用途船、集装箱船遵循标准，机洽国际。碧波下巢湖，奔腾长江水，信行天下，至胜千里。天涯会有人，远洋披征程。日月同辉，风雨同舟。望龙门吊塔，祝我江州雄浑铁骨，撒船台汉花，展我中海重工雄风。巨轮尽力湖岸，蛟龙更添国人壮志。船坞擎举中海江州旗，礼赞剪彩，闸门洞开，旌旗飒响，大江浪行，志在万里，殊荣远扬。一级一类钢制船舶生产资质，军工产品质量体系认证证书，江西省优秀企业，江西省企业100强，江西省国防科技工业系统先进单位。JZ-107号16500吨成品油化学品船，英国皇家海事协会2009年度最佳船舶之一。信息化管理流程规范，高效运作，创新生产，绿色安全信念，和谐使命，燕雀浮云为我红壮敌民，我辈英才无畏江海，乘风破浪，一袭远见，展拓特种多用途船业。沧海横流，方显英雄本色，千锤百炼，还看江州造船。风云际会，我自张弛有度，40春秋，风华正